是他吗？是他吗？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用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听说你我的歌长大的，我是你的偶像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我是他的粉丝，听懂？滚石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也看着滚石长大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，不断的创作，不断的创作，我觉得需要一个机会让我展现自己。哎呀，我进来了！哎呦，进来了，快快进来！小猪啊，不行，买给你跳。我想要对阿妈说，我爱你呀！哎，前面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鱼。不要揍我！我想成为你心中的小男孩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滚石最新的音乐实境节目《滚石摘星号》，跟那乐米飞一起出去玩，还认识了好多有音乐才华的新朋友。不但有很多滚石的巨星，还有很多台湾的美景哦。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最美的旋律中吧！全部记录在全新风貌的音乐实境秀。滚石摘星号，请一起来支持每一集你最喜欢的音乐选手，一定要准时收看，每周六晚上八点 ，TVBS 42频道《滚石摘星号》。